饭饭，你的韩语午餐。这一转眼，跟着男主贺去拍粉丝见面会 Private Stage 的海报都已经是快半个月前的事儿了。妹，我天天就掰着手指头数日子，终于让我盼到了你，我们的男朋友男祝贺。저를보고재밌게즐겨주셨으면좋겠어요후회없도록제가재밌게만들도록하겠습니다莫非金蜘蛛就是你准备的有趣环节？黑西服白 T 恤，两个人穿的一毛一样，干嘛秀恩爱了不行？蜘蛛欧巴，上次无理男朱克还埋怨你最近不联系他呢，这次你就出现在他的粉丝见面会现场了，哎呦，快哄哄你的柱子吧！生日也一起过，粉丝见面会也一起过，不然以后你俩也一起过算了。我最爱的 CP 终于发糖了，穿正装也帅出新高度的两个人竟然合唱了一首 rap。这燃烧的 rap 魂，回头跟你老板杨贤硕说说，给你出一个 solo 都没问题了呀。这突然的尖叫声是怎么了？李圣经小姐姐，来就来了，干嘛这么害羞嘛？举重夫妇也发糖，这场见面会值了。冷啊，这都立春了，凌晨的机场还是这么冷，和伙伴们去趟菲律宾真不容易。哎呦，这闪光灯，妹又见满天星系列，不用猜，你们大茶蛋出现了呗。看我们大茶蛋，又是围巾又是口罩的，一个个捂得这叫一个严实。不过别看欧巴们现在看起来这么疲倦，到了正式演唱会的时候，绝对是要帅气有帅气，要深情有深情。嗯，我可能是走错场了。你们确定不是在 cos 七个小矮人吗？哎，我这还没说完呢，咋又躺下了？你们这一言不合就躺下的好习惯是跟谁学的？继续保持啊！不过，在演唱会上还能跟小玩具玩的这么嗨，也是没谁啦。看在你们这么累还努力的份上，我们艾丽就不嫌弃你们啦。开完演唱会可要好好休息哦。快，电影万万发布会马上开始了，可算是赶上了。嗯，对，就是来看人世丸和进酒的。许久不见我们的徐上士进酒还是那么 man， 荷尔蒙炸裂，十万欧巴还是这么嫩，百里特红花美男，好想捏捏脸啊，有木有？哎，听说我们新进职员张克莱终于熬成了代理，恭喜呀！不过欧巴，你竟然成了贷款诈骗公司的中流砥柱。너무제실제모습이상으로착한척을하지않아도된다라는그해방감이있었던것같습니다欧巴，坦诚如你啊！其实之前在卫生里，欧巴就通过朴实的演技感人无数，并成功加入了中五路青年演员行列。而且听说最近和人世丸欧巴同组合帝国之子的成员朴炯植，更是有意转跳到别家公司，专职做演员。歌手变演员，好说不好做，未来的路还远着呢，期待你们能成功转型哦。看这个陌生又熟悉的身影，难道我是来到了鬼怪演唱会现场了吗？ Oh my god， 郑俊英，你是有多喜欢鬼怪呀？ VCR 里还让女主用蜡烛召唤你，干脆你的演唱会变成鬼怪翻唱演唱会算了。来，大家都看一看，看看我们正鬼怪是用什么方式闪电般的出现在我们面前的。
哎，你不会真以为你爬过来我们就看不到你了吧？人家胸口插剑，你胸口插荧光棒，耗子也要认真一点好不好？从来都这么调皮的郑三岁，综艺两天一夜里不好好做任务，又跑去和 CNBLUE 的李宗铉一起钓龙虾。天哪，神知道我都犯了些什么爱豆啊。谁说郑俊英只有颜值和综艺感？新专辑第一人称里满满的音乐感性，这才是我认识的郑 Rocker 呢。好啦，各位看客们，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啦。我知道你还意犹未尽，舍不得美美妹，别担心，明天还有更多的欧巴、小鲜肉和美美妹等着大家哟。我们不见不散，拜拜。